彰基医学中心自五月起，内科门诊增加夜间及周六门诊共14诊次，其中包括肾脏内科、血液肿瘤科、一般内科、老人医学科等。未来将视病患需求，陆续评估加开其他诊别。目前彰基夜间及周六门诊，除了医师看诊之外，亦提供夜间领药、抽血检验、影像检查等完整服务，欢迎民众多加利用。